洞悉文只是把开国大典的成功创作当作自己艺术生涯中继续求索的新起点，在油画中国风的探索中不畏艰辛继续前行。1954年，随全国人民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董希文第一次沿成都、雅安、康定、道孚、卢霍、甘孜、松宗走进川藏，行程万里，见证了5000米之上康藏公路的通车，以抒情的手法创作出既是自然景色之春，又是心理上政治之春的油画《春到西藏》。著名文艺理论家王朝文评价《春到西藏》，画家着重表现了美丽的西藏春天，也表现了春天一样美丽的藏族人民的心情，描写了几个正在耕地的妇女关注着突然来临的汽车时那种喜悦心情，使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在艺术上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它给美术领域带来新的收获。杏花下面几个妇女正在干活，然后抬起头来看着远处有车从公路上驶过来了，她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很静的、很温和的、甚至很温柔的这么一种情调，让人来体会就是康藏公路通车以后带给老百姓的一种实际的温暖啊，我觉得这是他的这幅画很有意思的一点。而且当时他为了把这个画面表现得很就是很温情啊，就是回到北京来以后呢，到公园里反复的对着这个杏花呀、桃花呀写生啊，而且呢他在这幅画里呢采用的是用中国毛笔的那个工具哈，来这个进行点染啊、勾勒啊，让它更有中国的意味。1955年，41岁的董希文为了创作红军长征题材的作品，随同81电影制片厂经武汉、重庆、走乌江、遵义、娄山关、刷京寺、黑水、毛儿盖、松潘、若尔盖、大藏寺、班佑河、白龙江、腊子口，翻雪山、过草地，历经半年重走红军长征路，这也是他第二次进入藏区。每到一地，董希文心中就激荡起当年红军艰苦卓绝经历的场面，他抢时间所做的速写充满勃勃生机。他创作的乌江中央红军渡口、大渡河泸定铁索桥、班佑河畔、毛儿盖盛会、毛儿盖姑娘、藏女阿管等画作，潇洒奔放中笔笔精到细致，神气入微，凝结着董希文潇洒而精湛的手法，透露出画家独特艺术风格的成熟。他在反映民族地区生活是比较早的画藏族题材的画家，在50年代他这一批写生作品，当时我还在学习，看到他从西藏画回来这批作品，对我们当时一批年轻的学生来说影响非常大，因为他的作品里面反映出来的一种强烈的一种这个西藏地区那种鲜活的一种生动的一种地域人民生活的特色，那些非常生动的形象。为了创作惊天地泣鬼神般悲壮的红军过草地，董希文打破常规，大胆使用大面积的冷黑色调，采用黑、普蓝和橘黄三种基本色彩的刺激对比，把阴霾夜空和草泽中火的燃烧造成的恶劣环境与红军战士的壮烈和乐观精神出奇地渲染出来，而那富有人性的情节刻画、稳准狠的着重笔触所特有的力度，让作品喷发出悲壮的豪气。他画这个红军过草地那张，整个是暗的蓝的调子，那个火光
那个火光，他说他是蘸着麻，用麻呀，一团乱麻，蘸着这样的东西，啊，蘸着颜色来画的。他在飞机上写生，啊，看到底下群山呢，啊，这个一层层群山，他说我一只手，他用红蓝铅笔啊，他攥着好几支笔，这样子转着圈来画这个写生，就是他在艺术上那种手法上那种不择手段的，啊，不择就是我要只要表达对象，我表达我的感受。董希文的色彩具有强烈的感情和象征性的特点。他说，一幅画的色彩表情很重要，让你产生情感上的反应。在百万雄师下江南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董希文采用拉长的横构图，用橘红色笼罩画面，夸张的色彩有力地烘托了解放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波澜壮阔的渡江壮景，气势浩大，动人心弦。正如董希文自己所言，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1961年7月，董希文与吴冠中、邵金坤等第三次走入西藏，深入到日喀则、江孜、帕里、亚东等众多牧区写生，看到百万农奴翻身当家做了主人，董希文抑制不住内心的创作激情，落笔迅速，任意纵横，气势旺盛，尽情抒发一位艺术家内心世界的情怀。一幅幅写生，就是一幅幅完美的创作，洋溢着史诗般的气息。在雪域高原的写生中，董希文不以可变的光为重，而重不变的形，不重色彩的光化作用，而重本色。在翻身农奴、山歌、喜马拉雅山第二高峰下、牧笛、拉萨河边、神女峰等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色彩明快而概括，笔法酣畅写意，再次将油画的中国气派提升到新的境界。他整个的艺术里头呢，都在追求一种生命力，哎，他也很喜欢说这个生命力这个词。这种生命力不光是一种具体某一个人的，他是对这个整个人类或者大自然的这种生命力的赞美。所以他更喜欢那种透明的雪山呢，晚霞照在这个山上的那种浓重的那个颜色呀，啊，宁静的湖面呢，它虽然是很宁静，但是在这种静里给人一种带来一种就是生的希望那种想象，嗯，看看他的那些就是西藏之行的这些色彩呢，你会感觉到这个就是身上很有力量，看了以后很有力量。啊，他自己说呢，就是颜色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有叮当叮当的声响在里边。先生的那张《山歌》是一幅非常好的一个肖像画啊的作品，也是他的重要的代表作，在这个全国性经的展览会里面，有。另外呢，我在10年以前曾经编过一本中国肖像画的百年，我也选用了这一张。所以说现在这一次原作再次看见，依然感到非常亲切。我们今天看这些作品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像千年土地翻了身和春到西藏，我觉得无论在艺术表达使用的简洁、明快、大方的这种创作的手法呀，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是这里边有艺术家的才情，他的创造性都涵盖在这里边，他的那种丰富性啊，恐怕不是用一两句话能够来概括的。我看到他这些作品的时候，仍然是感觉到这种感动，受到感染。我觉得这就是他的这种艺术的表现力，
艺术的这种感染力所在。董希文不仅是一个创作丰富的画家，更是一个杰出的艺术教育家。董希文在教学中将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写实与抽象巧妙地融为一体。他的教学思想和艺术体系是建立在对中西方优秀文化艺术的深刻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油画艺术健康发展和繁荣的美术教学思想和体系，并有着勇敢开拓的前瞻意义。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国油画界20世纪50年代几乎完全苏化的情况下，董希文大胆而坚定地提出要树立对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精神的崇高信仰和认知，同时对西方油画艺术各种流派提倡兼收并蓄、广收博采的态度，对世界各国的优秀绘画和雕刻等等艺术形式及风格广泛学习，并与中国传统绘画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人气质和中国气派的油画艺术道路。先生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人，他说一笔千年重任，他把它画成一笔，我觉得这是又是一个更具体的发展。当然这个一笔并不就真的就画面上的那一笔，我就是这里头涉及到我们对一笔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入的、最有中国文化精神的这么一种态度。这个一代一代的艺术家呀，我就总需要有一个立足点，而董先生这句话我就有重大的意义。他大胆地提出来油画中国风，他是认真去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进入的对比才提出来的。董希文先生他用他自己的艺术实践，用自己的这种理论来证明了，是吧？油画在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土壤，有自己的风格。在那篇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的著名文章中，董希文说，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种气度，吸收了外来的，也可以变为我们自己的。要使我们的油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放出民族绘画的光芒。董希文还对壁画情有独钟，作为新中国壁画运动的开拓者，他不仅有谈敦煌的艺术问题及关于壁画的形式与制作方法的专论，而且亲自带领学生到敦煌等中国传统艺术宝库观摩学习。董希文还在教学上采取顺水推舟的教学方法，提倡尊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地启发帮助学生认识艺术中的自我，并找出自己的特点所长，确立自己艺术发展的方向。在充分肯定学生艺术创造的前提之下，通过各种教学手段循循善诱，启发引导，推着学生们一只只的小船驶向宽阔的艺术海洋，为中国画坛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在用笔、用色，在这些问题上，啊，董先生跟我讲了很多很多东西啊，就色彩的这个感情问题，啊，色彩除了它的自然规律之外，色彩的表情，强调了中国的东西，所以有的他是比较单色平面的画，但是感情特别热烈，啊，特别丰富。董先生这个教学啊，
是很科学的，又充满激情，啊，非常符合中国的一些特色，啊，所以要发展就发展中国的东西，啊，你说你不要像学国外学嘛，应该学，但是拿来我用，这就是董先生向来主张的。其实他这种思想在当时，像董先生在艺术上或者在艺术教育提出那种明确的看法，今天应该看的很多是很超前。但是他提出的，他的建立工作室，他一个原则，他的教学法提出叫顺水推舟，他主张弘扬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好，甚至在当时推进这个绘画的这种现代的探索也好，他都是一个先行者。作为政协委员，董希文经常积极地发表建设性提议。作为画家，每创作一幅作品，就带给美术界一片新风。作为教育家，在繁忙的创作和教学之余，发表众多理论文章，号召艺术家树立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对国家的责任心。作为师长，视晚辈为朋友，爱护学生。董先生跟我们的关系确实很深啊，如果说他是父亲，他就是父亲；他是恩师，他就是恩师；他是朋友，他就是朋友。在困难的时候，带着我们学生一起搞那个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大壁画创作，《大跃进》啊，翻遍了所有的这个壁画啊，创作稿子，创作了几十张稿子。是他和我们一起探讨，就带我们到了敦煌，就接受敦煌这样一个中国文化的一种啊传统的一种精神精华的东西去研究，所以这受益是非常大的。这次啊，能够和学生一起创作，一起探讨，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做法。董先生在我们去敦煌的前天后所表现的那种人格精神，确实是让人难受。这么困难，敦煌文物研究所分配给每个教授一个大西瓜，董先生不吃。什么时候吃？8月15。来，高娟儿，你去把同学们召集起来，我们今天过节。我说那怎么过节还在一起？他说西瓜该杀了。哎呦，我说董先生不要，留给您吃吧。我说这么困难照顾你的，不要，大家一起吃。所以你说这一片西瓜吃下去以后，在董希文的人生道路上，尤其在左倾思想蔓延的年代里，他曾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指责。但是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堂堂磊落的知识分子，他的腰板是挺直的，无论顺境或逆境，始终坚守心中抱定的艺术理念而不渝。解放以后50年来、60年来，一个指导思想，其实就是要放在学生意大利复兴之后的文艺复兴之后的这段，一直到这个印象派吧，算是。他有一个独特的思想，他提出啊，要学习文艺复兴之前和印象派之后，这和当时咱们的观念完全拧着的。他有这个胆量，有这种见识，不只是要吸收这个文艺复兴之后这一段，就是所谓的写实主义这段历史的这个好东西，更要学习文艺复兴之前的，所以古代那部分的好东西，和印象派之后的，就是现代派，也要从这个吸收东西。所以刚才都说他是提出现代性，
而且他学的结果呢是中国的现代性。然而癌症侵袭了董希文的身体，病痛难忍之时，还在家人的陪同下敷上止痛药，带着板凳到中国美术馆观看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30周年的画展。住院的临行前夜，他将自己收藏的宋代碎瓷瓶取出，用门外找来的瓦片细心地补齐粘好，叮嘱家人要完完整整地做事，端端正正地做人。1973年1月8日，中国画坛一颗巨星陨落，董希文年仅58岁。周恩来总理悲痛地批示，可将董希文的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哎呀，有时候做梦啊，还梦到跟董先生在一起画画。哎，那怪得很。总之，我感觉董先生走得太早，而且呢，对中国的油画来说损失太大，啊！如果他的主张到现在，啊，都能够这个继承，都能发展，中国的油画绝对在世界上是大的很响的。我认为啊，董希文先生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美术家，而且他的影响之广，啊，他的艺术创作应该说都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董希文走了，但是他的艺术为新中国增添了永不磨灭的灿烂光辉。他敢为社会担当使命的勇气和完完整整做事、端端正正做人，一笔负千年重任的精神，成为中国艺术家值得尊重的楷模。